幕扣分了。啊，是你。他就在又穿满了。呀，操他妈没出 ，yes nice 又又。嗯。这个逼以后不能摸 boss 了，真的。没出钱又是吗？你妈没出肯定好呀，出了他妈就有别人跟我抢前面那个头了。他是两个头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没用，要同时有两个，有两个你就有了。如果是这个出了这个头，对，我有的。如果出了就是别人也有这个头，那他拥有下一个，他就可以直接拥有了。如比如说，比如说他拥有了这个，他拥有下，他这个出了，然后呢再到我。对，他就跟我抢呀。肩膀是没有，他就会跟我抢，因为他有了，他就会有嘛。另外两个。但如果这个没出的话，上一个他可能就会让给我什么的，知道吧？他就不会跟我抢。这他妈抢起来就裂裂。啊，没出是真开心哦。肩膀十分，还是给他吧，给他。你也是吧？哈。嗯。还有没有呀？忘了。不是呀，我怎么是逻辑鬼才呀？你看。来嘛。这个 boss 出的我有了，对吧？十一。如果出了的话，就会有一个别的人拿，别的人拿到一个之后，如果前面那个 boss 又出了另外一半，就等于我跟他都是他妈只差这一个就可以拿到封剑，他肯定会跟我抢。那比如这个没出，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一半，那别人跟我抢的那一半，他也还差一半才能要，所以他抢的力度就会小一点，懂吧？这样的话，我就会更便宜的可以把这东西拿到。这个戒指不好吗？比你身上。不然我就会跟他拼的你死我活，头破血流，九死一生，口吐白沫，精尽人亡。不要聊，不要在群里面聊天，不要。